她是伦敦的一名普通女教师安德里亚扎菲拉库，她的学生来自英国最贫苦的家庭。执教12年后，她被评为全球最佳教师。近日，扎菲拉库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，向所有希望提升教育水平的国家分享了一条重要秘籍，向中国学习，像他们那样尊重教师。这位在伦敦教授艺术课程的老师，不久前从3万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，赢得2018年全球最佳教师称号，并获得1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。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向他表示祝贺。获得巨额奖金后，扎菲拉库仍将留在学校任教，他接下来的目标是帮助英国改善教育质量，而在这个领域最值得学习的就是中国。扎菲拉库告诉英国媒体，我们需要更尊重教师，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薪酬，让他们有时间去提升自己，我们要像中国一样。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报道，世界各国正面临教师短缺的问题，教师的地位、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，教师离职数量创历史新高。美国学者的研究显示，中国是全世界教师地位最高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唯一一个教师地位在民众心中与医生平等的国家。而在美国，人们把教师与图书管理员相提并论，英国人则将教师与社会工作者视为同一类人。英国卫报评论称，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。石英财经网则援引一本有关中国教育的书籍称，中国如今在教育领域的成功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老师拥有一定的权威，从而才能收获到让人艳羡的教育成果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对于全球最佳教师号召各国学习中国，您有什么看法呢？快来留言与小编分享吧！更多精彩新闻尽在今天的参考消息。